那么今天首先要恭喜李马希能够获得我们今天的年度杰出艺人奖项，当然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些心情，谢谢。大家晚上好，首先我要感谢大家。Bundai marapatha iyi bulan ençilerimde iyi bulmanlarımda sosyetim kazıbı sizin ucu şantiniz alıp çıktır. 我今天能获得这个奖项这份荣誉，我的心情非常的高兴。那当然我们有这样一个问题要问到李马希，就是除了唱歌以外，有没有考虑过影视剧的演出？希望自己演什么样的角色？来对你二万的班，对，我有这样子的梦想。咱们不得对到那个我想演一个反派角色。